中影后蔡淑臻生理来了个暴走女外科小楼医师。生理来了个暴走女外科。恭喜参赛单位财团法人公共电视文化事业基金会十三月股份有限公司，制作单位十三月股份有限公司。我刚刚想要讲的都讲完了，但我竟然漏掉了一段非常重要，我现在非常想跪下。我很想说的是，谢谢其他三位发起人给我这个机会，因为我完全没有任何的制作经验，然后我可以参与这么多决定，然后标作角色，他们完全的尊重我跟信任我，我真的很感谢。所以我觉得一切真的都太幸运。我要跪下，我刚竟然忘了讲，我真的太生气我自己了。那我从朱俊阳身上我得到了很特别的东西。这个东西是非常直接，非常诚恳，然后没有办法演伪装的表达情感。我很感谢我可以在这位演员身上得到这样的。你要不要看着他说？这样的，我怕被电死，所以我只好看着你们。对，好，讲完了。